whatever, guys. So 今天呢，我就要做这个 types of people I hate。在这个 video 里面呢，我就会讲到我很讨厌的人啊，所以我一个一个跟你讲。这种人呢，真的很想杀死他们。第一种，低头族，就很像这样子。Hey John， 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在 Facebook 我看到这个女生呢，很美哦。 但是我不敢找他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敢 inbox 他啦，因为我怕，等下他会以为我是那种，他一定会想你是那种变态黄啊，还是变态人的，所以，但是我真的很想找他啦，你觉得我应该要怎样呢？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哦，你可以教我吗？啊？跟我讲话，刚才，喂，sorry，我没有听到你讲什么，你可以重复吗？ 第二个就是没有脑的人，这种人哦，讲话是也是没有经过大脑的。OK， for example， 就这样子。我 fail 了我的数学哦，我其实我真的是很努力的考，但是我还是 fail 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想要重复拿，我又不想老在。都讲了你的啦，你是永远考不好你的数学的啦，你是数学白痴好不好？ 永远都考不好的。第三种，包秘密的人。哎 ，John， 我很想跟你讲一个秘密哦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不可以跟别人讲咯。你要答应我，OK？ 哦，OK，OK，就是哦，我真的很喜欢吃大便哦，我吃过一次，那种味道哦，好吃到打赢完全世界的食物哦，真的咩？哟、yeah。 你一定要试一下，你一定要试，真的很好吃。可是你的大便，如果你不要啊，你留给我啊，你留给我吃 ，OK？OK了，OK了。哎，你知不知道吗，马瑟？刚才那个 John 跟我讲，他很喜欢吃大便哇，几副哟好不好哦？哇，然后叫我试哇，我不知道怎样哦，哇，几副哟，我真的哇，我一定不顺他啦。第四种，重色轻友的人，就很像。 哎，Hello John， 你在哪里哦？我在家做么？哎，一起出去哦。哈，现在啊，是啦，不然明天。哈，现在我不可以哦。做么？因为我约了那个女生哦，那个女生啦。哈，你不可以跟她改时间啦？哈，我答应了啊，今天呢，你不可以为了 brother 出一次咩？所以你们是要跟女生一起出的？哈，我不知道嘞，我就想跟她出啦。哇啦，你到底当不当我是 brother 的？当。 但是我当然，但是我不知道。好，OK了，拜拜。这种人哦，很蠢。最后一个，放飞机的人。喂 ，John， 你不要忘记，等一下一起出去哦，去 24位哦 ，Taste Two 哦。啊？我真的忘记了哦，我还没有冲凉哦，现在。我不去哦。 哇啦！你不要每次我是这样子可以吗？我等你10分钟可以吗？半个钟啦！啊！不要啦！ cancel 啦！ cancel 啦！ cancel 啦！哇啦！这种人哦，我每次有盖电话。All right， 这就是 types of people I hate 啊！如果你是这种人哦，我希望这个 video 能够点醒你啊，就是想一下你朋友的感受哦，就不要每次做这种东西啊，虽然。 尽量少做啦。OK 啦。Thanks for watching. Hope you guys enjoyed the video just now. Give this video a big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like this video.